欢迎来到三创的会场，我是 PD 小编。今天呢，小编要带大家一个神秘的活动。我看到远方这一群人在那边聚集吗？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过去看一下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对，然后这里呢就是三创台北直营店的会场。有戏迷没有来过三创的吗？小编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海林区，你也觉得很美吗？我也觉得超美的。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哦，有人喜欢天虎令吗？哦，笑红尘。对啊，这边摆设的都是一些霹雳的精品偶，如果有喜欢的人可以来这边观赏这些东西，然后来把它带回家。嗨，莉昂。对啊，然后台北直营店这边还有很多公仔的商品，然后还有 PD 布袋戏的精品。对啊，喜欢的人都可以来台北这边逛逛啊，就在三创园区的七楼。对，然后今天6月11号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在6月12号之前呢，先帮大家做一个预热。那有当然有人知道6月12号有什么活动吗？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嗯，好，看来大家都比较害羞，或者也不是很清楚。好，没问题，来带大家看看一个特别的海报。嗨，那有看到这个吗？没错，就是麒麟星改。今天呢，在台北直营店这边呢，有开放少数的名额，让戏迷朋友在现场排队，然后可以抢先在6月12号麒麟星预设版预购前就抢先预购，所以很多人今天有很多人都来到现场排队。不是我砍，哎呀，这把剑已经砍到断掉了，没办法再砍了。接下来可能就是期待梵天接下来的表现喽。好，你现在小兵器吗？好哟，那你来看看这些。嗨，中原，看一下，这是霹雳推出的神风明路的小兵器。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台北直营店观赏，或者是到各大直营店去看。对啊，如果有喜欢的话，都可以来把它带走。然后这是神风明路系列的兵器，还是说你喜欢大的兵器吗？我来带你看一个超酷，看，有看到吗？偶用兵器。狮驼宝刀，哎，你不觉得很帅吗？虽然说他好像放错了你的身上了，对啊，对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是帅度不减。好，我们继续往下走。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现在前面这些人在干嘛。走。有看到这边大家都在这边排队吗？其实大家现在是被栅栏隔在外面，但是因为我是小编，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偷偷的跑进来。然后你看，现在这边呢是台北店的店员正在布置公仔展示的会场。嗨，世豪，狮头宝刀多少吗？我等一下帮你看好不好？等我一下下哦。你现在先来看重头戏。Hello， 中原，今天没有 cos 哦，今天只有霹雳小编，就是我一个人而已。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在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场景，然后现在还在布置当中。那6月12号的时候会正式跟大家戏迷朋友大家见面。然后就是呢 3D 激战天下所有系列38只的公仔全部都会在这边展示，有没有觉得很酷？然后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就在最高的地方，等我一下。噔噔噔噔噔，看到吗？哦，麒麟星改耶，看到吗？哦，好，我太激动了，因为我觉得它太酷了。对，要不要再看一次？哦，近一点好了。
对啊，是不是超酷？嗨，昭远，我也觉得他超酷。他长得很像紫色圣斗士。你看他现在站在最高点。好，我们来看看这里还有其他些什么公仔。哦，大家知道他们是谁吗？应该知道吧。他们就是传说中一天就接近玩笑的御天武龙。哦耶，看到吗？有看到吗？超酷，全部都在这里。有人把所有的公仔都收集完成38只的吗？可以在这边跟小编分享一下。对啊，小编是没有啦，没有那么雄厚的财力。怎么看哦，有没有看到他？这就是刚预购结束的猫奴，有看到吗？逆神羊，不夸张吧？好，再近一点。Hello， 阿雷阿雷，看到吗？有看到吗？是不是超酷的？哦，这里又有一个特别来宾，你看在哪？哦，他是一般版的麒麟星哦。据说现在网络上已经查到2000块了，也是蛮狂的。嗨，学红，三创的话就在光华商场的旁边，在忠孝新生站出来，走路大概10分钟前就可以到喽。哎，小心。对啊，然后现场其实来了很多很热情的戏迷朋友，那但是他们来这边是要干嘛呢？等一下让我们来找一个人来访问一下。我们可以回馈给找谁好呢？嗨，同学，这是霹雳布袋戏的粉丝团直播，你上电视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哇，哎呦，正统哎！对啊，对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年轻人为什么要来这边？因为要排麒麟星、啊。排麒麟星哦，那你几点来？10点多。早上10点多就来了。对，哇，超狂。那你觉得这次的异色版型已经怎么样？还不错啊，就是跟原本来什么？他主人呢？他给你，你看这些戏迷都超热情的。对对对，他们都很热情。他都是你的朋友吗？一起来，就是很多都是哦，一起来排队。是是 是, 是，超级对啊，超级必位置，明天就换你。哎，我会帮你。真的哦，对啊。等一下，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信心可以干掉小丁？啊，应该会有、哦、啊，真的有吗？好，没有啦。那明天注意一下电话，可能会有通告发。也有可能哦。对啊，对啊。那你请问你有收本来正常颜色的麒麟星吗？有，有、哦。所以全部我都有。全部你都有。我全部都有。所以你就是觉得其实这边就是小菜一碟，对不对？对。你现在没有啦，不是啦，就是这样子摆起来就是比较壮观的、哦。所以你就是独缺这个场景嘛。对 对, 對。那如果说展览，那如果这个展览之后结束，可能问一下公司有没有把这个特卖给你这样？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要问一下，问一下。对 对, 對。对啊，对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叫什么？我叫正红。正红吗？对，谢谢正红，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正红总裁。然后大家来看这边。有没有看出什么？哎呦，你怎么叫人家脱上衣呢？我都已经走了，你才叫人家脱上衣？你要早点说嘛，好不好？对啊，然后你花了多少钱啊？我也不晓得。你看他就觉得那。在看直播的戏迷朋友，有人也是跟正红一样，整套都收短的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说一下。然后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块。这一块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刚刚在排队的那些戏迷朋友的目标。为什么呢？有人发现为什么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拖大家台前。其实呢，这些有的部分呢，是现场现货购买的公仔。然后呢，在所有的通路都已经完售了，也就是说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买不到，买不到，买不到，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有发现自己没有收集到的公仔吗？那其实你看，像这些其实很多数量都很少，在个位数。哎，你看，它也是一个最具纪念性的，它就是 3D 激战天下的第一代，就是月太水。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应该说所有的通路其实都已经完销了啦。对啊，你看哦，还有霹雳一哥素还真哎，你看多酷，现在很多地方都买不到咯。嗨，中原，你说的第一只公仔是指霹雳有史以来的公仔第一只吗？还是说是 3D 激战天下第一把兵器哦？
这是一个大灾问，我等一下来问一个现场问一个神秘人物。对啊，我找找他在哪里。然后现在再来带大家看看这个背板。对了，有看到吗？他就是手绘的御天舞龙的小剧场。然后呢，其实这个背板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其实它就是 3D 激战天下公仔制作的一个过程。你看它这个就是其实是 2D 设定的一个草图，有没有看到很多熟悉的影子？其实也是有些地方好像跟推出的公仔不太一样。你看，它好像整个就是有一个场景在那边，有没有？对啊。然后你看月太岁，其实当初呢都有画了很多设定的草图，那可能到最后呢有些版本没有被使用，那这些遗珠全部都在台北三创的这个现场，大家都可以来看到。对，看到吗？显王跟军权神兽，然后还有四无军，其实 2D 草图就蛮帅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到公仔制作的下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呢？ 3D 建模。其实呢这也是为什么 3D 激战天下要叫做 3D 激战天下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它所有的公仔都是使用 3D 建模的方式来制作，那这也是霹雳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跟挑战。对啊，我们来看看。哦耶，其实小编每次看到这些 3D 模的时候都觉得超酷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被画出来的，像我都只会用小画家而已，怎么画得出这些东西？嗨，剑锋，金银双绣的公仔吗？好，我来帮你看看喽。你看，为数不多的现货，它可能有可能等一下就被抢光了。对啊，那剑锋，明天是6月12活动正式开始，如果你还想要购买金银双绣公仔的话，记得要来这边看看哦。来，我帮你看看，现货价有看到吗？980，嗨，剑锋，金银双绣公仔，道真双绣，980。对啊，如果有还没收的公仔的话，大家记得要来，赶快把它收一收哦。哦，这里看到一个大头风绣组，酷，好，接下来呢？那我们看，公仔团队持续的在为这个公仔展示施工中，也就是说它现在还是没有完成的样子。你看上面还有台座是空的。哦，对啊，酷吧？嗨，郑家，哦，郑家，你的名字真是让我有点害羞。你想要推出公孙越跟古小越吗？好的，我会帮你反映给公仔团队。哎，其实小编自己也是公仔团队，那我会把你的需求在会议的时候提出来，那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推出你想要的角色。嗨，中原，你想买这只吗？可是你买了，你也搬得回去吗？我们只限定面交取货，那你要自己来搬哦。没有啦，开玩笑。嗨，彦辰，想看我吗？好的，那我来为你服务。刚刚我们看完了白发耶稣跟奥匈城，那我们先来左边看看，这东西什么？哦耶，是圆无香跟银豹，高雄的展览吗？因为其实它这个不是一个展览，它就只是把公仔摆在这边，它其实不算是个展览。对啊，那如果有展的话，就请大家关注一下霹雳网的大代记，有展览，任何展览相关的资讯都会在上面发布哦。对，天机与奉天，嗨，福智，你是希望可以推出天机跟军奉天吗？哦，这两个是现在应该算是很当红的组合。那他就是非常的有机会可以推出。好，
那再让我们来好好的把这现场这些公仔好好的瞧一瞧。嗯，现场有些是对，现场就可以看，有些他们有看到有你们喜欢的角色，你们没有收到的吗？因为他现在还在布置当中。所以艺术的那个位置在哪里？我也觉得场景很不错，很有一种在片场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没错，没错。你看这些新人朋友虎视眈眈。感觉等一下前面那一坨现货公仔要被一扫而空了。哦，嗨，王八，为什么你没有麒麟星？错过了预购吗？还是没有买到呢？哦，全部都有了，没有异色。那异色也还没推出嘛？明天再开卖，明天一开卖12点，你就拥有了最狂的紫色圣斗士麒麟星异色。嗨，羽翼之恋。这里是三创数位园区，位在7楼霹雳的台北直营店。再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看到我们帅气的店员吗？哦，顺便一提，有人喜欢东尼健游记的吗？这边也有东尼健游记的商品，还有零血压的粘土人，大家看一下，其实超酷的。嗨 ，Hello， 王八。哦，我这样叫好像有点不太礼貌，不好意思，叫你八哥可以吗？嗯，叫八哥还是乖乖？王哥。异色的很帅吗？好，那我再带你再拍一次。噔噔噔，你看他现在，他现在换了个位置。现在还有很多的公仔都还没找到他的家。异色版的麒麟星是6月12号，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在所有的通路、各大直营店还有霹雳网的商品馆都是中午12点开始预购，限量只有3000只哦。对啊，限量3000只真的很少，因为它其实呢就是一个 3D 激战天下3周年的特别企划，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正规的公仔的排程。那其实呢，我们另外有新推出了版本的公仔，哎，有人看到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白色的，就看一坨白白的，很飘逸，还有一个红色的，我们再继续看哦。有看到这个特别的东西吗？有人发现他们是谁吗？好，我们翻到正面来看。哎，等等等等，就拍。所以贵正他就会危险。酷，越来越急了是不是？ Hello， 有看到吗？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有看到这个全身红红的人是谁吗？没有脸。这可以拍吗？可以拍啊，你们都摆出来了，为什么不拍呢？那我拍你好不好？不要拍我。哎，发现他谁吗？拍你，拍你。OK。哎，嗨 ，Hello， Hello。你看现在大家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Hello。就在摆这些功能，小心！哦，哎呦，王八哥非常的厉害，天蛙，还有郑家天蛙是谁啊？谁是天蛙？这是一种青蛙的一种吗？什么是天蛙呢 ？Hello Hello， 我们现在来正面让大家看清楚一点，高度没有高度，有没有看得很清楚？不够是不是？好，继续，哦。耶、yeah,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好，很酷吧？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呈现给大家的一组很酷的公仔。那你看，我们既然都拍到了他，不是，我要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师兄弟，他只是有个太空人的位置，在工作人员手上。哎呀，哎，怎么会掉了？他就一组而已，哎，踩坏了就GG了，是包子吗？还是？那是他的书，他的书。他是什么书？对，他的书。酷。上面，好好好，没问题。他不要倒。现在还没有固定位置，对不对？他是谁呢？拿着一本书。
不是一页书吗？好不好笑？算了。有跟他底座吗？对啊。今天的特别来宾除了麒麟星异色版之外，还有这两个特别来宾，他们现在呢还处在一个红魔的阶段。那请大家就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消息。哎，福志哥买了买了哦，太喜欢你这句话了，真的。这里有38只，你要不要一口气全部都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模仿他们的姿态，厉害吧？嗨，右提，你喜欢奉天吗？喜欢君奉天吗？那天机你觉得怎么样呢？地座好像变帮了，什么意思？嗨，郑家，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哦，家里全有了。那这组你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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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你有吗？你有吗？你要看苍蝇哦？对，苍蝇。好啊。真的假的？嗨，有人喜欢苍蝇吗？有。你很喜欢苍蝇是不是？头号粉丝，头号粉丝。你是头号粉丝，所以你是拆会的人吗？对对对。哦，真的假的？头号粉丝。等一下，他要全买。你要全买了、哦，我建议你买那边有一只那个大只的，有没有？那个已经那个全包了。你已经全家全包了，那你叫其他的人怎么办？那在现场看直播的怎么办？反正我都我的朋友，都你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全包了。啊，如果在电脑前面看的人想买不到怎么办？应该还有货的，直营店干了。应该还有货。其实这边已经是仅存不多的库存。对啊，对不对？那边是不是很多都已经没有了？素环真道真双比较抢手，应该是那个孔雀、啊。孔雀，你说变蜥君哦、喔？哦，真的吗？比较抢手应该是那一只。那他们现在在外面的行情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晓得。一只的行情哦、喔，应该涨到1000多块。一千多块哦、喔，随便这边没有缺货的意思吗？那个只有他啦，只有他啦。哦。因为不是听说麒麟星也是在外面喊到2000块哦、喔。2000多块。对啊。怎么那么厉害？就是量少就会比较那个，量大家想要。这次的异色版其实量更少。对啊，可是就是所以大家抢破头。声音有点小。OK， 好的。声音就是大家抢破头。大家就抢破头，不然就不会这么多人来排队了。对啊，我刚也是下午来说，然后现场是怎么回事？好像是要参加什么签名会还是什么的感觉。很多人现场都来排了，很多就是在最早是他8点就来了，三创还没有开门。对，我们11点就准时11点开门，大家都哦，你们就冲进来这样子。那你们住哪里？我们住板桥。住板桥，那还蛮近的呀。有人从那个台南上来，从台南上来，狂，就为了就是一个名额。那所以你们就是都是收集公仔的人吗？对，我们都是收集公仔的。那你？就是我很好奇，是说你们除了收集 P 公仔，你们还没有周边也会有啊？可是就是选角色，选角色哦。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苍蝇？苍蝇啊！哦，对对对，小猜。那你最喜欢它的哪个版本？你觉得？你说它苍蝇的版本？就是小猜，它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哦，我比较喜欢那个冰甲猜，就是全身都是冰甲，就全身都是白色战甲那种。对对对对，冰甲猜，你要拿天剑跟月仙之刀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古武族的那一套，因为我觉得太武，就我喜欢的，对对对，我喜欢那种朴素风的感觉，就我觉得还蛮那个，对啊。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等5点就可以结账，对不对？5点结账。OK， 好，等一下就是你要准备好。对。所以等一下我再过来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应该会不见了，都没有了，那样就撤掉这样子，然后就看你拖一个行李箱就走掉这样。好，谢谢。有听到？刚刚那位公仔收藏家的豪语吗？他要把现场的现货公仔一扫而空。好，接下来我要带大家来到一个秘密的地点，这是戏迷朋友们都没办法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转一下正面给大家瞧瞧。有看到这道门吗？有看到这道神秘的门吗？有没有看到店员都偷偷往这道门里面走进去？有看到里面吗？嗨，郑家奉天也在拍吗？好的，等一下我最后出来的时候再来拍给大家瞧瞧。好，接下来呢，让大家看看，我先转前镜。嗨，
我是小兵，我露脸了。没错，就是偷窥。有看到这道门？那我们进去这道门里面看看有什么厉害的角色。哎，你要去哪？你要去哪？不要跑！不要跑！嗨，我们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你们看到桌上琳琅满目？等一下，我关个门。哎呦，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我比哎，你看他是谁呢？其实呢，他就是我们3D 激战天下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3D 激战天下这个系列。我这么说起一点都不过分。没错，那他是谁呢？有现场的戏迷朋友知道他是谁吗？嗨，郑家，什么图？我们慢慢的逼近他，慢慢的逼近他。Hello， 其实呢，他就是我们3D 激战天下的建模师，他叫邪龙，邪龙哥。嗨，邪龙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邪龙。对啊，他就是我们3D 激战天下的建模师。那所有3D 激战天下的公仔，我们看到现场还有摆了一些，我把镜头转到前面。就是这些公仔呢，全部都是经过他的巧手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哎，邪龙哥，你现在在干嘛？嗨，大家好，我现在在签名，待会要送出去的。待会要送出去，对，你要送给谁？就看大会怎么决定了、啊。看大会怎么决定是？来这边，来就送这样子吗？对对对。哦，好，其实呢，这些明信片呢，是我们的邪龙哥呢要签名，然后送给今天来排麒麟星异色版预购的戏迷朋友们的礼物。对，那既然3D 激战天下这边呢，在这个小空间里面躲藏了一个这么样的灵魂人物，那我们绝对不能够错过，一定有很多戏迷朋友想要问他一些问题。对啊，你看，哎，有一个戏迷朋友叫剑锋，他说感谢邪龙哥让我们有公仔可以收藏。好，不客气。对，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哎，有一个很厉害的戏迷朋友，他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他说：“可以拍一下小蜜桃吗？”哎，我发现其实戏迷朋友的眼睛都超尖的。对啊，哪里有小蜜桃？待会给他一个特写、啊。对啊，哪里有小蜜桃？我没看到，我什么都没看到。哪里？你说他吗？嗯，我不告诉你。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访问邪龙哥，因为你看，3D 激战天下建模师都来了。那关于公仔制成的一些问题，我们当然很多戏迷朋友都很好奇，包含小编自己。都想要知道说，哎，这些公仔制作的这些过程，对于邪龙哥，可能一些经历，那就是其实很想替朋友、戏迷朋友们问邪龙哥说，像3D 激战公仔总共出了30多只嘛，对不对？那这一系列当中，邪龙哥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角色呢？最满意哦。是啊。如果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会选择。显王跟君权，显王跟君权神兽吗？神兽这一组是是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一组应该是整个系列当中可玩性最高的。可玩性最高怎么说呢？比如说他各自都有两个头雕，是，然后他的那个场景可以互相那个兑换，嗯，然后手上的配件又多，是。对，那我当初跟那个整个企划小组。就是在可玩性这方面呢，就是还比较花蛮多心血的。嗯嗯嗯。所以也希望以后也有这个空间去那个，也有机会这么玩啊，把整个那个可玩性什么都可以再提高。就是说交换配件或者是有不同的头雕造型之类的东西吗？就是大家可以那个多重的那个组合性可玩性这样子。OK。好，谢谢先生的回答。那接下来呢？稍等我一下，我的手机快要没电，因为戏迷太热情，刚刚播了太久了。我先拿一下行动电源，帮我拿一下，谢谢。笑的，嘿，好的。经过这个小插曲之后呢，接上行动电源，我的手机又复活了。好，我们继续来问邪龙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既然有你最满意的系列，那想请问邪龙哥，就是
在创作《三 D 天下》的过程中，你觉得你有遇过什么很印象深刻的是，很想跟戏迷朋友分享的遇到的挑战吗？创作这个系列挑战的话，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在那个初期规划是这个系列的时候，那在构思怎么样把这个布袋戏有特有的那个神韵，包含它的那个服装的造型，是的，神怎么样把它融入到这种三到二点五头身的这种 Q 版比例，是的，让它可以很可爱，然后又不失戏偶本身的那个神韵。嗯哼，那当初也是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讨论跟尝试，是，对，那这是第一个比较有挑战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系列下来三四十只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每一只呢都要推陈出新，在它的动作上，还有它的那个整个配件造型上面，每一只都要让那个戏迷朋友感受到它不一样的地方。嗯，那这个这种挑战应该会越来越困难啦，因为越出越多，可以用的动作越来越少。对啊，所以希望以后这方面的灵感不要太快的那个枯竭这样子。嗯嗯嗯，了解。对啊，其实就是谢谢雄哥回答。那三 D 剑天下就是其实蛮有趣的一点，就是他把霹雳的角色给 Q 版化了，但是又保留了角色的精髓跟角色的神韵，是这样子没错吧，谢雄哥？对，这个是我努力的方向。哦，了解。那接下来就请谢雄哥继续加油，那替戏迷朋友们继续创作更多厉害的公仔，让戏迷朋友们开心的收藏这样子。会的。对，那最后的话，谢龙哥有没有什么想跟戏迷朋友们说的话呢？就是这三年来非常的感谢戏迷朋友对这个系列的支持。是的。那所以呢，我这边呢特别准备了两份小礼。两份小礼物？对，来。是什么呢？赞助这个活动。哦。好，第一个呢？是第一个。是我亲自绘制的。亲手绘的吗？电脑绘制。电脑绘制，好。的明信片，没问题。对，有舞龙，玉签舞龙。哦，这一定很多人想要收的啊，舞龙超夯的，好吧？还有这个是之前那个参赛得奖的运果地魂。哦，对，还有运果地魂那个黄龙跟那个罗喉，黄龙跟罗喉对战的这个，对。哦，这个罗喉看起来霸气中又带着一点娇媚的，总结得很好，真的吗？对，那这个就送给看那个大会怎么大会怎么决定吗？好的，那另外呢，就是另外哦，就是刚刚有一个戏迷朋友很非常的眼尖，看出这个小蜜桃呢是我之前参加那个霹雳的公仔创作大赛得奖的作品，那我把它给实体化，它之前是只是 3D 啦，那我把它实体化，然后那个把它加入了这种可动关节，可动关节，对，所以它可玩性非常高，对的，对，那但是呢，由于是完全是手工打磨，是跟手工上色，所以会有点粗糙。这个要请戏迷朋友多担待。不会啊，不会啊，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就这么一只，对不对？对对对 对, 对。全世界、全宇宙、全银河系，就这么一只小蜜桃。它也正佳，它不能买哦，它就这么一只。那今天这个要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独一无二的小蜜桃呢？请谢龙哥来跟现场的朋友说一下。您我来说吗？对对 对, 对。好，其实呢，它就是现场来预购麒麟星的朋友。到最后我们五点多来结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抽出一个幸运得主来把这个小蜜桃给抱回家，没错。哦，你干嘛郑家，你干嘛点点点，他就这么一只而已，你又没有来现场，来现场很辛苦耶，你看刚刚有那个从台南来的，早上三创还没开门他就来了，对啊，人家那么拼，那总是要给人家一点机会嘛，对啊。然后呢，刚刚贤哥提到第一个这个赠品要怎么获得呢？
那它呢，就是看到吗？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就是协龙哥绘制的一个御天舞龙，这是醉饮黄龙大哥，就是被妖氏浮屠给吃掉的那一位。好，那要怎么获得呢？就是呢，从明天6月12号开始，我们就会在这边展示3D 激战天下公仔38只所有的公仔，在这边让每个戏迷朋友可以欣赏。对，然后呢，只要来的人，我们就可以送你一张这个，只要来看，不用消费哦，只要来就有。但是你看，你们也看到，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厚度，这个厚度大概跟一副扑克牌差不多。哎，扑克牌几张？52还是54？不知道，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差不多这个数字，50张以内的这个数量，也就是说，从6月12号开始来到现场的戏迷朋友，只有50个人可以拿到这个，那大家就请大家要来看一下快喽，哦，赶快来看看，就是随机获得，有没有看到？陌刀绝尘，耶，酷，好，各一张，哎，中原念贪心的，也就50几张而已，随机一张嘛，你多来几次，你就可以多拿几张，好。然后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虹膜的部分，有包子、香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什么？其实就跟在外面摆的那两个红色的人一样。有没有看到包子？我们拿起来看一下，这个肉包非常的厉害。好，还有这个香肠，这个、灌肠，酷。给他吃，蛮配的哈，是不是可以考虑推出个小蜜桃组合包之类的，配件小蜜桃这样子，非常期待。对啊，可是这样子的话，推出小蜜桃，那感觉是不是三 D 剑天下也可以考虑出个肥狗？对啊，这萌宠系列都可以。萌宠系列吗？那还有没有什么名单的推荐？比方说蜜鸡吗？还是？哎，对对对对对，有啊，霹雳。太多萌宠了，是真的。对啊，可以请那个戏迷朋友提供一下，这个高位一样。好，一直有一个消费者一直想要询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想知道霹雳公仔出的第一个角色到底是谁。霹雳邪龙哥知道吗？是我的，就是他是指说霹雳从以前到现在推出的第一个公仔。邪龙哥知道这个黑历史吗？没有历史。不知道哎，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刚好在反问你，就问你。对，没有，抱歉。好，没关系，那就感谢协龙哥，那我们就不打扰你啦。好，也谢谢各位戏迷朋友的支持，谢谢。耶、yeah, ，好，谢谢协龙哥。拜拜。慢慢的退出。好，接下来呢？好的。中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来。看看现场有没有人回答出这个问题的人。好了，好，我们现在来到现场来看看。我们现在来问对公仔非常熟悉的公仔制作小组的成员。哎、欸，你不要跑，你过来。来。好，你这样子回答我的问题。好，我问你哦，就是或者是现场的朋友知道也可以回答，就是。霹雳推出的第一只公仔是谁？什么角色跟武器？因为有戏迷朋友在问，不是三 D 激战天下，大家都知道，是从以前到现在推出的第一个公仔。第一个公仔吗？对，最早以前的。没错，印象中是建军吧？建军吗？是吗？对呀，我想一下哦。是吗？你确定？哦。哦，有了，这边有了回答答案了，差很多呢。啊，吞佛童子，对，最早是吞佛童子，是不是？对、啊、真的是。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嗨，中原，你要回答你的问题吗？究竟是吞佛童子还是建军呢？这个问题就留待给你自己去找答案了，好吗？我们已经给了你两个方向，对，一个是坐在船上不知道漂流到哪里去啊，一个是已经在墓碑里躺了很久。好，你干嘛要折？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好。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摆好了吗？对，我现在已经摆好。已经摆好了。对。那、啊、为什么有些人还站在草地上？因为没地方。他们本来没地方放的。因为没地方太多了。哎、欸。我本来以为他们可以全部都，就是站在那个石座上，眺望远方。但怕观众。可以唱个高山青。怕观众看不到我们。对。就对。亲密一点。好啊，那这个
这个围篱你什么时候拿掉？诶、欸，我们等一下等门市公告就会拿掉。等门市的公告吗？大家就会靠近来一起拍，蜂拥而上。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应该不是这个，他们目的应该是后面这一区，对不对？这一只是不是？刚刚其实有人问我说，这只可不可以买？对啊，那其实我87万。刚刚还有那个，还有哎，他还问说，那第一个兵器，你知道第一个兵器？第一个兵器哦。对，第一个兵器是，神兵。哎呀，我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好的，中原有感觉到他回答你的问题了吗？好，那这部分我也无能为力了。好。对，那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些公仔。刚刚有人说想要看《奉天逍遥》，对不对？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这个只有在现场才可以看到的《奉天逍遥》公仔的虹膜。那之后采样出来之后，究竟会长什么样子呢？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喽。看到吗？拿一本书。其实我真的觉得它蛮酷的。好，它背后的场景，这个什么呢？这个卷轴。想看到这个奇异的姿势。哎，好的，中原，上班要加油哦。有看到他的那个手吗？也许他的手，有看到他的手吗？这个手。可能刚刚的香肠也可以给他拿看看，果酷的，对啊，好，然后呢，其实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为了明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3D激战天下3周年的特别企划。那这个企划的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麒麟星异色版的预购，那将会在6月12号礼拜一，也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各通路全部同步预购，记得是中午12点哦，大家要记得起床预购。哎，那天大家有在上班哦？对啊，就是记得哎，吃午饭的时候，就是可能上上网啊，或者是哎附近有直营店就跑一下那个店，有没有填个单子？异色版的圣斗士麒麟星就落到你的手里啦。对。然后呢，为了回馈这些迷朋友的支持，我们呢也会推出为时一周，从6月12开始到6月18，我们所有门市及网络通路公仔的现货全部都用9折回馈给各戏迷朋友。那如果有你还没有收藏的公仔，那请把握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是9折的价钱哦。公仔不是很少在打折的哦，网路嗨郑家网路也有打折哦，就是 PD 所有的通路都打折。哎，拿香肠的姿势，没错，它非常适合拿一根香肠。嗨，嘉明，是的，6月12号中午12点，在各店点、直营店、PD 网都有可以预购这个麒麟星改，就是异色版的麒麟星，就在明天的中午12点开始预购。那限定数量就只有3000只，大家就不要错过喽。预购完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然后呢，第三个活动呢，就是小编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呢，这里是哪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里是我们的三创数位园区 PD 的台北直营店。那在现场呢，相信大家也都看了很多次，可能都有点腻了。就是呢，这个搭配场景，所有 3D 激战天下曾经发行过的38只公仔，全部都在这里展示。那包含了麒麟星的异色版，还有即将推出的上面那两个红红的小家伙，都可以在三创直营店三创数位园区7楼可以看到。那它的展出时间呢，就是6月12到6月30。然后另外异色版的麒麟星呢，从明天开始也可以在各直营店能够被看到哦。那除了新北店以外，台中店跟高雄店呢，也会展出同步展出麒麟星异色版的公仔实体。那有住南部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去台中店跟高雄店欣赏麒麟星异色版。没错。网路有啊，网路有啊。嗨，嘉明，直营店跟网路都有。对，那如果你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来三创看看。你喜欢上面这两个红色的小家伙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来看看。那他们是之后，反正他们之后就会出现的。没错。好的，那就是再跟各位戏迷朋友们提醒一次，明天6月12号是3D激战天下3周年的纪念活动。然后麒麟星异色版的公仔会在中午12点开预购，然后也会同步开放1个礼拜的公仔现货，是9折的价格可以来购买。然后在三创数位园区的这个地方呢，会有 3D 激战天下所有系列的公仔展示，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这边看，这样子。然后麒麟星异色版的公仔实体会在台北店，也就是这个地方，还有高雄跟台中店呢同步的展出。那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呼朋引伴，就找你的朋友一起来去看这个麒麟星异色版。那看完之后有兴趣的话呢，就顺便填一下预购单，把麒麟星给带走吧。OK， 嘉明一定要来看哦。好的，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哎，拜拜，拜拜。你看他们讲拜拜，急着要把你这首歌录着。什么东西啊，烂死。好，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拜拜的时候咯。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私讯霹雳布袋戏的粉丝团，那都会有很专业的小编来回答大家。对，嘿，郑家不客气。对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在私讯霹雳布袋戏的粉丝团，或者打电话到我们的客服专线去询问咯。记得明天3D 激战天下3周年特别企划，一定要来预购麒麟星，只有3000只哦，3000只。我个人就先买了5000只，没有了，没有了。好，拜拜。